哎，现场给我一点声音好不好？哎，哎，八老钟，八老钟，八老钟滚，八老钟滚，快给我滚，八老钟滚，八老钟滚，八老钟滚，快给我滚。从小了老子直接给你搬来，反正从小到大我的角色都是坏蛋，每天清早八晨闹得脑壳都是麻的，六点半就老张麻了，破你两百乱摔。还有横幅，热烈欢迎打开了格局被综艺之神眷顾的新一代忘词王国家一级高抬腿运动员，厨艺技能点满，特别会编故事 battle， 赢不了任何人的打脸 B-box 大师。That's crazy, that's crazy, that's crazy。我第一次见到就是有人出场打横幅的，这什么意思呀？都是这个是我们专门为他准备的，因为呢他是经常忘词嘛，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怕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忘词，所以呢我们把他的关键点全都写在这里了，这些都是他的关键点。那国家一级高抬腿运动员又是什么梗？他刚刚不是一直蹦来蹦去的吗？对对对，为什么是高抬腿这个运动员？因为我把这个说唱啊和这个运动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叫运动说唱啊，这个是把音乐和这个全民健身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喜欢你的全民健身。对对对。所以这个横幅要一直举在这儿吗？我觉得这两位朋友肯定比较辛苦了。对，够了吧？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个横幅你可以直接送给他，作为他的礼物。OK OK。具体的费用从他的劳务费里面扣。我喜欢 rapper， 因为我老公就是个 rapper， 来视频有为证。有问题都是我亲自逼，别再考虑那么多，还想那么多，还不赶快动手，我的小店里应有尽有，把你想要的全带走。给你最爱。虽然我不是就是一个合格的 rapper， 但是至少我轻松一出道都是王子异在旁边给我配，是这一点非常重要。觉得你刚刚什么都很好，就是缺少一个高抬腿。对，我觉得这也是恰恰是我擅长的东西。好哥，要不这样吧，我今天一定要教你高抬腿，因为这是我推广的一种文化。好好好 ，OK， 怎么推广？就是你一定要跟着节奏，比如说我给你个拍子，你来试一下。好，哎，有哎，对，再高一点腿，再高一点，高一点，哎哎哎，对，好哥一高抬腿就抬出了那种年代感，就是。作为同声传译，我也是一名 rapper， 想不想听我来一段 rap？ 我也给你有了一个。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Interminable. And shout out to MC Haoge and Ming Jie. You ready? Yo, Welcome to Zhengzhou, what's hit is already old. We're gonna want the land we capture. I think I'm going global, ever know. Shaolin Temple, we may need to this, you gotta know. But this is my intro, we're leading the new school. My class rhythm, I can look at retro. Watch out my flow, cause I'm into flow. Your mind will go wild, who, ooh, oh. You couldn't see me through the telescope.看我同声传译，来到一站到底，不想与你为敌，梦想没遇见奇。Say who's standing with me? Say who's standing with me? 无限同声传译 ，cannot be hippie. Rap got no, this is for real me. Rap got no, this is for real me. Rap got no, this is for real me. Salute.
我向你敬礼啊 ，salute 啊，很帅很帅，新一代旺磁王诞生了。在舞台上是忘词或者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演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自信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Thank you, bro。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刚刚就瞬间在第一轮张龙给我带来的那种大杀四方的印象瞬间变了。其实很多人觉得同声传译会非常的严谨严肃，所以我最后一句歌词是谁说同声传译不可以成为 hippie 是嬉皮士，所以说我们来到一站到底的各位青年都是内心情似火，但是外表呢虽然非常淡定，我们今天就想和你 battle， 选择我吧，周密。好，来，现在请你考虑究竟要选择谁挑战。我觉得这个点兵点将吧，点兵点将。那从这儿开始吧，点兵点将，点到哪个就是哪个。哎，帅哥，北大的啊，再选一次吧。开玩笑。既然大家就是都是带节奏的，我觉得就抢答吧。来，开心玩。OK 哪里开始？一卡路里的能量可以将一克水在一个大气压下的温度升高多少摄氏度？1度。厉害，天文一号与祝融号组成的火星 CP。 星火联盟，看吧，我跟你说了要注意。That's OK。山东省因为汉服制造而受到广大网友关注的是哪个地方？曹县。汗血宝马是指原产《满江红》常被用作词牌名，它在自然界是。答对。对，是水里的一种植物。目前被作为全球油价标杆的是哪种石油？布伦特原油。美国漫画历史上的第一个超级英雄是哪个角色？蜘蛛侠。蜘蛛侠。超人啦。扣分啦。著名旅游景点虎跳峡位于哪条河流？哎呀，这还不答。金沙江。金沙江。